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智慧人医守护案》，我是傅景华医师。在田中央的这一所大林慈济医院，15年来不仅守护了乡亲的健康，我们更走出了医院，走入了社区，和慈济师兄师姐相结合，为贫病之家提供网诊、义诊、打扫这样的服务。而这正是符合正言上人所期许我们做到医疗人文这样的一个行为。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要邀请两位来宾来分享这15年来他们努力实践医疗人文的点点滴滴。第一位是大林慈济医院简瑞腾副院长，简副您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林慈济医院简瑞腾医师。另外来宾是我们大林慈济医院人文室的主任碧珍师姐，师姐您好。主持人好，简副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林慈济医院人文室叶碧珍。欢迎两位来宾。那接下来为您介绍现场为各位观众朋友接听叩印的医护团队。第一位是感染科赖崇章医师，家庭医学科孔木环医师，中医部林玉正医师，中医部黄雅慧医师，护理部平佩清副护理长。我们的医疗咨询专线是05-2648-0662648-0662，欢迎观众朋友你多加的利用。医院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很匆忙、很冰冷，每天不断上演着生老病死。要怎么样让这个医院有点温度、有点人性，甚至有点点色彩？这就是我们医护人员所要努力的。那等一下，我们先看这段影片，待会再好好来请教两位来宾。看这段影片。上的大林慈济医院大厅，来来往往的民众在等着看诊领药之际驻足聆听，又或是欣赏着展现生命力的摄影作品。偌大明亮的空间里，有音乐，有书香，更有着亲切的人情味，营造出一种具有疗愈效果的医疗人文。面对现行的健保支付制度以及民众就医权利的意识高涨，让医院的经营雪上加霜。现在的医疗从业人员除了知识技能、沟通能力、伦理守则等专业素养以外，更强调在整个医疗过程中对人的那一份感受性与同理，也就是所谓的医疗人文。以心爱护每人有信心，那种的互动啦，看病同时呢那些跨栏哦，把人呐、这样的心门要把它打开，真正是这个在医疗人文哈、我们真正的在医疗人的身体，其实呢，最重要是医他的心。医疗人文很难用寥寥数语带过，它是一种以病人为中心的核心价值。是一种以关怀为出发的工作态度，是所有行为的总和。假如说你抽血的时候没有抽中，你只要一句说啊，阿妈拍谁哈，今天会紧啊哈，跳卡不会掉呢，啊我给你回一个室内一个哈，啊你个小蛋我一个，跟跳不会掉，你换手，啊你会紧啊，拢叫人拿起，啊跳不会掉。那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那个讲话的语气它就是人文。那我觉得很多的医生过去可能是以医生为中心啊，就是由上而下嘛，阿嬷你爱听我黑啊，阿公你爱听我黑，可是现在是不一样，是阿嬷你感觉安怎，阿你有需要我帮忙吗？我觉得那个立场的转换它就是一个人文，你到底愿不愿意去学习，那你要不要让你的行医的过程里面其实处处是感动，而不是你的行医的过程里面处处是依旧。而这样的学习光是在医院是不够的，因为每一个病人的背后有其家庭环境、经济状况等因素影响着他的病情。诊间或是病床边的关怀只能看到病人的一面，如果能走入病人的家里，看到病患生活的全貌，给予的药物或手术才能真正具有疗效。每个月一次的人医会网诊日，大林慈济医院骨科杨昌珍医师随着社区师兄师姐的脚步走进病患的家门。坐在门边的谢先生多年前因为不明原因无法行走，一年前双手也渐渐无法使力，
生活大小事都需仰赖他人的协助。社区志工在访视之后转介给仁医会，希望可以改善谢先生的生活品质。在询问病史之后，杨昌真医师在屋内的角落里看到药袋，才发现几年前谢先生曾经看过他的门诊。当时针对谢先生的症状，杨医师给予手术治疗的建议，但病人拒绝了，从此就没有再上门求医，病情也随之恶化。我后来一直在想说，怎样是一个称职的医师啊？因为这些年来当骨科当这么多年，做了很多事情啊，也在看八卦的，来匆匆去匆匆的啦。看这个病人，感觉都是最好的医师啦。啊，是讲开这么多刀，开很多刀，然后现在流行这个所谓微创，我们用很多新式的手术又开始在学习这些东西，这样就是很好的医师吗？其实最重要的是，真的是要用心去为病人想，到底是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些困难啊？那除了提供医疗以外，其实很重要的是要有同理心，去了解病人没有办法接受治疗的原因跟困难啊。医疗不仅仅是求医术精进，最重要的是医生要让每一个生命的旁边的人啊，对生命更温暖。医疗的本质是在过程，而不是结果。如果只是单纯看病，无法感受或分享病人的痛苦与喜悦，这会让行医变得无感，最后僵化。当理性的医疗加上感性的关怀后，让医疗有了温度，它改变的不只是病人、医护的生命，也形成一股美善的循环。观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医疗上的问题，都欢迎你拨打现场的咨询专线0526480066。简父也是大林在地人，对于大林这个乡村、乡镇，还有我们乡亲，还有大林医院都有很深的情感哦。那这15年来，你看到我们医院所呈现出来是怎么样一个不同的一个人文的特色呢？拄只影片内底都有讲到吼，这个医病。医人佮医心，所以咱即马病院满满是吼，啊一间去过一间高科技的即个达文西啊、微创手术即个重军备竞赛啊，拢但是即拢是干那医病尔尔，吼啊，所以莫怪会予人一种啊冷冰冰吼、冷机机的一种感觉。但是你也看咱大拿出这病院，一早起一开门，咱的师兄师姐就徛伫门口口来甲即个。阿公阿嬤、欧吉桑、欧巴桑，吼，甲因啊道早安，吼 ，say good morning， 啊，然后甲因带入来啊看病去诊间去做检查，啊，甚至去带伊去开刀。所以，这好只患者吼，尤其是咱庄脚只欧巴桑啊，厝边咱只四大人一入门就感觉讲，互伊病好一半，互伊足安心的，吼，啊，然后佮加上当然咱有一定的医疗水准，啊，所以。有对病人有信心，对伊医护人员有信心，安尼让伊感觉讲啊，真轻松，真自在，所以伊的病自然而然吼，就会当真紧就好起来。啊，然后即个师兄师姐啊，咱即个医护同仁啊，大家拢是伫这种环境内底，啊，变作是一种啊，唔是干那医病的所在尔，是互人会当感觉足欢喜的。所以啊，我感觉。大林病院伫这15年来啊，甲别间病院无共款的所在，都是伫遮。是，一个有温度的病院吼，入来是看健康的吼，唔是来看病吼。那其实我们医院成立之初吼，上人也是期许我们能够做到医疗人文。那毕真师姑、毕真师姐是我们这个人文室的一个领导的哈，就是都在推动这个医疗人文。那上人期许的医疗人是什么？那你又怎么样去启发我们，带领我们这些同仁一起来这个发挥这样的一个良善呢？医院的同仁，每个人在他的岗位上，如果说拢把自己的本分这项工作，干那做好，用伊的专业去看做这些代志，那就刚刚像简父讲的，就会冷冷冰冰哈。那如果说他以一份很感恩、尊重、爱的心，真正去了解病人一进家。背后的一些生活状况，还有情景，去了解伊真正会苦，会当互伊离苦得乐，用感恩、尊重、爱心，会当互伊去感受到你刚刚讲的那个温度、温暖。那我相信他能够，让这个医院的温度跟
医疗人文能够更加的丰厚。是是，所以就是鼓励我们同仁能够参与。对对对。那参与这个推动是一个口号啦，共也较简单，但是实际做其实还是有一些困难。那简副本身因为也是医院的一个管理阶层，那怎么样带领我们同仁去实践这个很空虚很空洞的一个医疗人文，怎么样让他做到最好呢？杜家副医师说是管理阶层，实际上我们真的是带领是那不止管理，对，管理是很是真真真普通的讲法，但是要带领咱所有同仁能够啊、提升自己的、心灵水准，这才是要紧。嗯，除了医疗专业之外，能够提升自己的啊、心灵水准。对，所以我为了这个样子，所以我都拢爱定定爱带头嘛，不能够用 order 的方式，一定要用招的，用请的，那咱家己去做，然后先说用家己的所作所为啊，给大家看，讲咱以前是安怎，透过这活动以后，咱有变化、有改变、有提升、有升华，安别个同仁看到咱有变化、有改变、有进步，伊嘛对咧咱来做，所以一个带一个，大家小招啊，同齐去投入，安尼都唔是讲啊，我明年去倒位，我 order 你今仔日去倒位参加什么活动，安尼上勉强，安尼一点仔都袂欢喜，所以咱啊会当以家己带头，以身作则，然后和大家同齐来。啊，成就一件很美好的这个使命，安尼是不是真水？是，所以我每次看到就是简副都是在前面带头的，带领大家以身作则哦。我想碧珍师姐感触应该更深哦。这十五年来，大家不是一直都是这么的做的这么好，一开始一定有很多挫折。那你是怎么样去把这些挫折转为正向的一个动力呢？然后驱使你在带领同仁更往前进？是啊，其实同仁他们都有自己的家业啊，或者是生活。那有时候在这边，比如说累了，他有时候会不太想参加。是。那真的也很感恩主管们哈，真的是以身作则。还有有些单位主管真的用正向的带动啊，鼓励大家有那的看一有缘的人哈。那东林互相相看哈。那。从刚开始有一些也许勉为其难，对，应付的来参加，可是一直到现在哦，那同仁他可以惜家带眷哦来参加，不管是打扫啦、爱啥啦，去带动啦，王整义整这些活动，他们其实他们都也感受到华喜，让小孩子从这个情境教育里面，他能够去看到病人他们的苦、他们的生活，那回来看到自己。家庭真的很幸福，那又很健康很平安，所以其实他们也做出他们的法喜，所以越带动就越多人这样，是就是见苦知福再造福这样一点观念。对对，所以在医院里面其实我们都是看病，那走出社区之后反而会看到的是一个生活、一个人性，还有真正需要，所以我们也常去网诊啊，还有帮一些需要协助人打扫。那我们透过下面影片，我们先来看看，待会再请两位分享。这可以洗，我们现在就在洗东西。这而已。要在这里洗，它水要拉到外面去，会比较空间大。周末假日，大林慈济医院的医护依据行政同仁们挽起袖子，拿起抹布与扫把，走入社区角落的贫病之家。这个是这边的。好啊，那你把它放那一边，好不好？那这个仓库你把它整理一下 ，OK。这户人家只剩下男主人与两位正值青春期的男孩，男主人因为长期洗肾身体衰弱，不仅无法工作，更无力于家中的清洁维护。社区的慈济之工了解以后，展开长期关怀计划，每个月除了给予生活费用的援助，这一天更邀集大林慈济医院同仁一起前来打扫，给这户人家一个清爽的居住环境。来，再来，再放，再拉，再拉。今天是谁来的？
等一下啊，那个帮忙开水。好，这边那个灯上面就不要了。两位年资超过20年的主治医师脱下白袍，放下身段，手拿刷子与水管，合作无间，刷洗着墙壁，用心的态度不输在医院看诊。小红会导入呢？导入哦，系啊，该当卖不会导入，迄对来讲伤咸，面子伤济。我们感恩户的个案呢，也是一位洗肾的病患。那其实我们在医院看病患，看洗肾病患，很少到家里面去了解病患的生活，去看他饮食习惯到底怎么样。一方面来帮他打扫，我们会希望说生活饮食到底哪些需要注意的。那可以的话，希望能够帮他改善他这些生活的状况，能够让他的健康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提升。这一次我们出来打扫，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的医师，他们是要身为主治医师，或者是说我们的医师带着小孩子来，普通他已经看到爸爸在看病，现在他在看看爸爸在社会这一个当一个志工，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来，你把它拿去丢掉。垃圾桶。对，这个放在垃圾桶。因为啊，其实一直在慈济工作啦，所以我也是希望小朋友可以了解说，哎，别人家里是什么样的生活，那我们家里是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希望让他们可以更了解要怎么帮助别人。对，然后也希望他们更珍惜现在自己拥有的。人文素养的形成是彼此带动感染，主治医师带着住院医师，单位同仁互邀，或是父母带小孩携手参与，带动人与人、人与大地之间的关怀之情。而长期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工作，同仁由外在的行为体验转化成内在的价值思维与人生态度，营造出医疗人文。当你的医院里面有了这些人文的时候，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比方说你愿意微笑，你愿意两眼去看你的病人，那个就是一个人文。因为你有人文的人，你的眼神显露出来的就是慈悲。其实那个他们对于医生的期待就是一个嘘寒问暖，就是一个你把我当一个人来看，而不是当一具躯体，然后来这边是被诊疗，然后被透过各种技术现代的科技然后来看待。那治疗完了之后就是一切都是数据，我觉得在数据之外应该还有很多的感情，很多的故事是可以帮助的。那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大医王赢就是要赢在这个医心，而不是赢在医病。观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医疗上的问题，都可欢迎您拨打我们现场的健康咨询专线05-2648-066。想请教一下碧珍师姐，我们怎样去发掘这些感恩户需要协助，然后去打扫？那打扫目的又是什么呢？这一些个案都是来自有时候社区民众的提报，那有时候是我们医院的一些病患啊、家属、社工这边会提报，是。那有时候会透过一些家扶中心啊，哈，哦，有很多社区的来源。那我们会带着同仁他们到，就像有一次台风，医院后面这个村庄全部都淹水了，是。那回来马上我们动员，跟同仁公告啊，发动了一下子哦。很快在几个小时之内有100多个同仁马上带着打扫工具到后面去帮他们做打扫。那打扫的过程里面，这些不管是个案或者是淹水的家庭里面，因为透过我们的关心，贴心的帮他们把家庭都整理好，他们得到的社会的一个帮助跟温暖，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一个温度。那其实也让同仁他们自己去走出这个医院的象牙塔，然后真的去看到苦难众生他的需求，是，也知道说自己真的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啊，也可以帮助人，让我们的社会有更多善的循环。是，所以这也是去帮助这些贫户的一个目的哦。那当然去打扫一定不是说看谁刷洗的最干净哦，应该是还有更深层的意义要同仁去体会。那简副要跟我们分享是什么样的一个深层的意义呢？那我们平常医疗人员啊，特别是医生啊，大概都会当作是哥哥在上，那
甚至也当讲是不食人间烟火。是，所以这种往进而进啊，甚至变少，啊是讲诶，这种活动啊，其实当提供咱医疗人员、医护人员，特别是医生，我也当这种杜教授的艰苦之福哦啊，杜教卢教授嘛讲到，那呢双眼凝视病人，这就是一种慈悲。是，所以咱医生、医护人员每出智慧很高。High tech 的东西，很懂，但是如果少了那份关怀，就少了那个慈悲。是，只有智慧，只有 High tech， 没有慈悲，没有 High touch， 安尼都减一米。是啊，所以透过这个病少，透过这个往进而进，啊，透过这手语演绎，啊，甚至挂电话、报电话，这些活动，拢会当让咱医生拄只讲的走出象牙塔。然后跟人群斗阵，啊，咱家己自然都有一种谦卑心、同理心，这嘛是上人常常跟咱讲的，爱走出医院啊，进到人群，哦，不是只有独善其身，而是要兼善天下。是，所以走出去可以关怀更多人，开阔视野，更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来对病人有益的事，哈。那碧珍师姐这十五年来一直坚守在这个岗位上面，从开始应该很多挫折，然后到最后可能发起充满，那这过程你的感触呢？你有没有察觉同仁医院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一开始有些同仁也许他是有点被勉强啊，或者是勉为其难的来配合。是。那其实他在做的过程里面，从他自己的体验感受，那他也会觉得说，来做这一些之后，对小孩的教育，让小孩更懂得感恩，也懂得孝顺，也懂得去付出助人为乐，那对小孩的教育，他的慈悲心其实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他会惜家带眷，做出欢喜跟法喜，那其实真的让同仁变成是家人，是，那让整个医院那种大家庭的氛围会让人家觉得，很有正向能量，很有爱的能量。是。那我们问一下这个大家长哦，简副是我们大家长，那你带领我们这一家子哦，那是这么多年来，你有没有也是有感觉到这样的活动对医院有什么样的影响，或是同仁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那医院如果能够经营成一个家的感觉啊，需要有人来给他call到顶，所以主管阶级应该得那种摊口感快，把咱同仁拢口到顶啊！要用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就是透过这些人文活动，会当把咱同仁，不是干那同仁俩，会当把同仁因厝内底大大小小，拢会当口到顶。所以这种我定来把同仁勉励讲，咱医院静思局有说到，医院不只是探级的所在职场而已，它是可以提升身灵、心灵。的一个道场，可以一个修身养性的道场，所以套柜架人文活动就可以抢救生命之外，也可以非常的提升慧命。不过透过两位的介绍，更加的了解，谢谢两位的分享，谢谢，谢谢。在台湾，骨关节疼痛求医人数占门诊的第三位。长期吃药或复健无效后，只能开刀治疗吗？增生疗法是局部注射非类固醇物质。到受伤或退化的关节部位，促进韧带骨骼生长恢复的治疗方式，能有效帮助长期筋骨疼痛患者恢复日常生活。下周一，志为人医守护爱与您分享刺激自我修复的增生。